新世纪后，西夏陵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件件不同寻常的构件被拼凑起来，西夏帝陵的形象逐渐完整，气势恢宏的帝王墓葬即将重现于世。然而，曾经的雄伟绚丽变成了现在的断壁残垣。贺兰山东麓50多平方公里，几百座陵墓全部遭到破坏，那些传说中的稀世珍宝去了哪里？是天灾还是人祸？隐藏在背后的策划者究竟是谁呢？上世纪70年代，经过队员们1年多艰苦的考古发掘，西夏陵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西夏陵还存在很多的未解之谜。进入新世纪后，考古研究者们对西夏陵展开了又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考古活动。最为特殊的3号帝陵是这次考古的重点。2000年，西夏陵的考古迎来一个惊喜的发现。在3号帝陵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尊造型完整的鸟人塑像，再次引起考古界的震惊。这个鸟人身体是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他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雕刻的正是佛经中的神鸟迦陵频伽。在佛教经典中，迦陵频伽常被译为妙音鸟。这个妙音鸟呢，在佛教里边呢，它是在这个净土世界里边的一个吉祥鸟，然后它的声音呢，就像佛的声音一样那么美妙。专家认为，这些迦陵频伽可能被当作脊兽，装饰在西夏陵地表建筑的屋脊之上。这些屋脊上的迦陵频伽，寄托着西夏帝王美好的愿望。他们期望着美丽的妙音鸟可以带来吉祥安康，也可以将他们引向美好的佛国世界。3号陵墓还有一个特殊的设计，这是3号帝陵的角阙。其他帝王陵的角阙均为中国建筑中典型的收阙形制，而3号陵的角阙是由3到5个圆墩体相连在一起组合而成。这与西夏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西夏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同时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家之一，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沟通交流的枢纽。在这片土地上，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相互融合。也许
正是受西域文化的影响，西夏的帝陵才会出现如此具有异域色彩的设计。这种具有典型西域建筑文化特色的形制，让整座帝陵具有一种别样的美感。正是西夏特有的文化气质，造就了西夏陵独特的美学特征。这是位于三号帝陵内城中的灵台，它的形状与佛教中的塔十分相似，学者们也将它称为灵塔。事实上，无论是帝王陵还是陪葬墓，西夏陵内城中的主建筑都采用了这种塔的形制。宋陵的灵台是方形，唐陵则是以山为陵，而西夏的灵台采用了塔式建筑。党项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呢？西夏建国之初就崇尚汉传佛教，德明时期，党项王室多次派人向大宋学习佛教文化，元昊也曾专门派使团前往大宋求取佛经，还在贺兰山之中修建了一座五台山寺。到了仁孝时期，佛学文化在西夏达到鼎盛，西夏后期藏传佛教逐渐盛行。藏传佛教是在西夏的中后期，就建国以后，这个藏传佛教才在西夏的各地逐渐的流传下来，特别是得到统治阶级的鼓励和提倡以后，这种传播的势头一天比一天猛烈，乃至于有人称它为把佛教尊为国教。佛教对于西夏的影响可见一斑。广袤的黄土高原连接着东部与西北，是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融合之地。特殊的身份与地理位置，让党项人既吸纳着中原的文明精髓，同时也保留着青藏高原上的文化情怀。三号帝陵就是最直接的体现。雄伟的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三号帝陵在当年会是怎样一幅震撼人心的景象？越是了解西夏陵的雄伟气势，队员们心中的疑问就越大，究竟是谁因为什么原因将西夏陵破坏到如此程度呢？无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进入新世纪，对于西夏陵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却并不顺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西夏陵严重的破坏。自古以来，中原王朝都采取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礼仪，在帝王陵墓中都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可是无论是在西夏帝陵的地表还是深入墓室，考古研究者都没有发现任何珍宝。
有的学者提出一种可能性，与中原王朝实行厚葬不同，党项人有可能实行薄葬。王室在死后不提倡贵重的陪葬品，所以在整个考古过程中，专家学者都没有发现价值连城的珍宝。事实真的是如此吗？鎏金铜牛，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是1977年从西夏陵的一个陪葬墓中出土的。重达188公斤的铜牛，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铜牛线条流畅，双眼炯炯有神，全身鎏金。它本身就体现了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就跟当时的同时代的其他王朝相比也毫不逊色。党项贵族尚且有这等规模的陪葬品，帝王的陵墓绝不可能没有珍宝。西夏王室实行薄葬的观点似乎站不住脚。西夏的陵墓里面也是有无数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金银珠宝的，只不过特殊的历史造成这么一个特殊的现状。贺兰山东麓几百座陵墓全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无一幸免，所谓的传世珍宝也不翼而飞，寻不到一点踪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辉煌绚丽的西夏陵变成眼前的断壁残垣呢？这是陵区的一个陪葬墓，在这个陪葬墓里发现了3具人骨，经鉴定其中只有一具是墓葬的主人，其他2人的头部都有受钝器重击的痕迹。这是一件并不复杂的案情，两个盗墓贼进入墓室后见财起意，相互残杀。上面的同伙在拿到宝物后斩断了绳索，因此墓葬中留下了2具盗墓贼的尸体。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将相的陵墓都受到过盗墓贼的破坏，会不会是常年猖獗的盗墓活动毁坏了西夏陵呢？西夏陵中一共有将近300座陵墓，几乎每座陵墓的陵台前都有这样的大坑。盗墓贼会不会是通过内城中的余脊梁确认墓室的位置后直接进行挖掘偷盗呢？西夏陵的地质条件是都砂石基，特别坚硬，如果一个盗坑你要挖下去，你直径达到将近10米多，深达到20几米，这个是几个人挖多长时间也是达不到的。从陵台前坑洞的面积来看，这已经不是民间3-5个人的偷盗行为，而是一场人数众多有组织的掘墓行动。那么组织这场掘墓行动的人究竟是谁呢？这是位于贺兰山口的明朝棺塞遗址，距离西夏陵仅仅不到5公里。明朝时在贺兰山一带建有玉泉营、平吉堡、三关口、镇北堡等一系列军事要塞。当时
大量的明军在这里驻守。这一下子大部队这来之后呢，需要这个一般都是砖呀、瓦呀，啊，这不就很现成的东西吗？甚至可能还有木材。宋朝、元朝统治者没有给予西夏陵应有的尊重与重视，这些陵寝在明军的眼里更不以为然。明朝大军在贺兰山沿线驻防的时间长达数十上百年，从盗掘西夏陵所需要的时间上来说，明军似乎有充足的人力和精力对西夏陵进行大规模的破坏。然而这种推测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破坏的动机。即使明朝军队有能力大规模地毁坏西夏陵，但是他们并没有理由动用军队进行一场如此规模的破坏陵寝的行动。明代的啊，人来这破坏这个有没有这个现象？也很可能有这种现象，但不会这么大规模的这样去破坏，把西夏陵就是墓室大尖顶式的挖掘，碑呢砸得这么碎。后来你比如说明朝他不会这么干。如果不是有巨大的仇恨，又怎会做到如此地步呢？明朝军队破坏西夏陵的观点并不能让人信服。掘墓行动背后的策划者究竟是谁呢？公元1225年秋，已经64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成吉思汗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再也无法回到自己深爱的草原。因为西夏也是派出这个有名的大将，是吧？这个作帅去跟蒙古去对抗，这样他当然使蒙古的这个军队也受挫。最终，伟大的成吉思汗死在了与西夏的战争中，这是蒙古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出于仇恨，蒙古大军对西夏展开了凶残的复仇，他们屠杀党项人。然而这并不能熄灭蒙古人心中的怒火，最终蒙古人将矛头指向了党项人的地陵群。他们在西夏陵为所欲为，疯狂地进行破坏报复。大尖顶似的，从地面上挖个大坑下去，一直挖到墓室。这是学者根据历史进行的一种推测。然而，能够确认蒙古人毁坏西夏陵的证据，却始终没有找到。气势雄伟的西夏陵群，千年来受贺兰山保护，常年的风沙没有将它们侵蚀。一次次洪水过后，西夏陵依然屹立不倒。
充满智慧的党项人选择了一个绝佳的地理位置，通过修建排洪沟，用木架加固等方法，让帝陵可以世代沿袭下去。可是党项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刚刚灭亡，西夏陵就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党项人将近200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西夏陵究竟是被谁毁坏？只有巍巍贺兰山才知晓当年的真相。元朝建立后，魏宋辽金修史，却唯独没有西夏。渐渐的，这个国家被历史所遗忘，西夏的帝陵群也常年无人问津，成为世人眼中的神秘遗址。只有这些高大的黄土高台，断壁残垣，诉说着那段被尘封的传奇。悲剧不会再度重演，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迎来了新的历程。在国家文物局、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下，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的申遗项目正式启动。这是在秦始皇陵、明清帝王陵寝之后，又一个即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帝王陵墓。让呢，全国人民甚至世界各国人民呢，都了解曾经呢，在中国5000年历史当中呢，有一个文明古国西夏。从上世纪70年代到今天，对于西夏陵的研究与保护，历经了几代人，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倾尽所有。西夏陵承载着一段历史的波澜壮阔，见证着一种文明的辉煌灿烂。党项人没有消失，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他们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之中，丰富了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展，多元融合，这是研究西夏陵的意义之所在，也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共生之根本。